对吧、啊？嗯。那我们等一下先点毒气，看它的位置如何。嗯。如果只是一层楼或二楼，那就算了。如果是整间屋子，有没有就可以换电箱？嗯。那你看它毒气的那个频率，S 那个 R 卡就是只有一楼。对，S R 就是整层。哎、欸，哦，太无聊了，无聊的把门关起来。你要喂我？他写即将登场，没办法喂啊。你要喂我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喂他啦，喂他，他想吃东西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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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喂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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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喂你，喂你，喂你，我拿到，我拿到了。他很饿，快点喂！我知道你很饿，来来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这样子喂你吃完之后，我会拿到什么东西啊？巧妈来给你吃啊！太啦、哦！就一堆一堆种子啊！不要、哦，蜘蛛会有蜘蛛眼啊，僵尸会有什么？那你会有什么？我会让你们全部吃东西都有西瓜味。啊，那很棒啊！来啊来啊来哦、啊！不错哎、欸。不用啦，来一下啦。吃一下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！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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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了。幼稚，你才幼稚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朋友。啊，你要不要陷阱啊？啊，按错了。T，T，T 要不要陷阱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毒气。啊，二楼。二楼哇，看有没有办法到二楼啦。真的有办法到二楼就很爽。小雨换一下电箱看看。好，换电箱。二楼你了。哇，哇，麻痹了！二楼睡的。声控，声控，声控。我看一下，二楼四号，四号监视器啊，四号监视器。太扯了。怎么呢？声控游戏啊！哎、欸，小雨，来这里。我倒霉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有欧洲小雨在啊。哪有人家里超欧哎、欸？好猛哦、喔！他们也整居在外啊。是啊。我看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人。等他们有几个人进去锁门啊？不行啊，玻璃都破了。我、哦、现在有怪有猎人神哦。等一下可以拼一波。嗯。等一下什么？哈基要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哈基要变啊。刚刚在嘴嘛。快满了，快满了。没有啊，是你们。你现在就可以去变了，你现在可以去变了。现在可以去了，快去了。不用啦。你赶快过去啦。我有点忙啊。啊，你关卡打不完是不是？快去哦。来不及打是不是？找一堆猪给他们。嗯。快点，哈基。快去，快去。抽奖，抽奖。抽个好的，抽起来！铁魔侠，味道是，哎、欸，味道是还行。画面好开心哦！对，铁人，哦，再来二十个猎人，收哈！哇，猎人超多！哇，哦，哦等一下他们啊、哦，好多哦！他们有一些人跑到六号了，对他们有跑到水池了。五、欸、号也有一个，五号也是二零零卡在里面，二零卡在小木。哎呀，他闯出来小木屋啊！走了走了，嗯，可惜。哇，差点让我们的僵尸小水池上面有蛮多人哦。你陷阱看有没有办法放那个小水池上面？还有，哦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水池好开心哦！哎呦，睡哦睡哦！哎、嗯，空空草地，那我也变一个，趁现在两个好。好抽到什么？哦，猎人神，火球，水池，燃烧之路。啊、哦，不会飞，哎、可恶。他们都在水池嘛？陷阱对啊。对。哎、欸，剩陨月而已耶，陨月在哪？对啊。陨月。你们帮忙找一下。没看到他。你看陨月。小心哦，我们也不能上二楼，我们也会中毒哦。找不到。躲起来了，可能躲在树林之中，有没有？嗯，对，我在往树林找。你看到陨月，那就等他们复活啊。啊，他们复活会有那个、哦、力量啊，小心。力量。反正他们这都死透了。嗯、死透。哦，我死亡了。哦。死透，死透。死亡
哎、欸，他收起来，他收起来。呵呵，很多都往小木屋那边走了。好，他们有一台是在水池旁边。我把那个杰克带过去。哦，哇、哦，想打我？沿路烧你们！烧起来！哦，我面球烫烫啊！铁巨人救我！铁巨人救我！哇！繁星想追我，被那铁巨人打超高，要摔死了吧？断掉，断腿了，断腿，断腿了，断腿，他断了，他断了。修腾腾哦，繁星，对不起啦！哦，他无敌，他无敌，我看到了。哎，小雨要用那个吗？哪个？陷阱。好，我来拿一点。来了，狂跑啊！还吃还吃！哇，他放炸弹，他放炸弹，这么凶！哦，他们在树林里面。嗯。哎、欸。哇，这变成真的好玩呢、欸！没中。哇，被杰克打到了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最后开了，好想去啊！完了，现在全完，全完，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走走走走，对呀、啊，直接走啊！对对对，刚直接让下一面，冲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，就饿死了，没差了，直接冲，对对对对，饿死没差。海守卫，铁魔像，怪我会再放，怪我会再放。啊，对不起，抱抱。就死掉回来的人换一下那个行动冲就可以了。电池，我把抱抱打死了。换一下电池，所以所以，他们人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毒气消失了，他们可以，哦、他们应该到二楼了，可以到二楼了。等一下如果有镜子奔跑，也可以再用。在大门口，杰克在大门口。有看到他，我看到他，哦、我飞起来，我飞起来，为什么？我在二楼巡逻。我会爬墙哦。哦，大门口我都没看到。没有，他跑小木屋了。哦，小木屋里面吗？外面，外面。我感觉是自己在飘啊。啊，杰克倒了，那其他人呢？好了，墙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不太像爬墙，这走一走，忽然自己飘起来。对对，走一走就飘起来。去二楼没人，二楼没人，二楼没人，二楼也没人。他们还是他们物理看怪物走的地方。剩下影月跟二零。哦，杰克的小木。杰克已经倒了，影月跟二零。我兵兵站起来，兵兵站起来啊！不对不对，还有力量，有力量，有一个。可恶，被力量打死了。有电池，我换了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！怎么又是味道师啊？卢米冲，卢米冲！有在哪里呀、啊？人呢？哦、在旁边。哦，他们在水池，传奇在水池。不要在门口。哦，我再毒气看看哦。啊，一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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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已，还好。有必要？木屋一楼别去了，木屋一楼。对啊，他怎么打出去？嗯、水池没人呢、欸，水池没人了。二零，不要跑吧，二零。我也看到二零，我也看到二零，一起上他，一起上他。所以，木屋一楼会中毒哦。没看到。对，我刚刚感觉在白色的哦哦，上白色帐篷，白色帐篷有一个，帐篷有一个。繁星在那边。嗯。烦，我们一起啊，我们也倒了。杰克跟雨月，杰克到雨月到底在哪？你们都躲不到哎、欸！我还绕一下地图，好，搞不好躲在地图边边。对、嗯、啊，有看过你啊？完全没看到他、啊，没看到他哎、欸！他有在玩游戏吗？那么神秘？躲得在树上吗？树上应该没有，而且树上其实基本上是怪物才有可能。晃一下，晃一下，他可能被抛到上面去。对啊，有几率。刚刚看我也没看到，我在下面走走看。我也在下面看。嗯，每个人找你也找不到，杰克呢？杰克刚我看他有在二楼，现在不知道在哪里。杰克刚是被我弄死了，别别、死透了！宝宝宝宝宝宝，他在往一楼走，哦、一楼会中毒啊！一楼后门，他有戴面具，他有戴面具。哦，我看到杰克了，杰克在二楼，二楼的厕所。好啊，我被他劈死了，可恶！呀，糯米虫，糯米虫，糯米虫，对了，波导，所以，
蓝星在树上，真的在树上、哦。帐篷那边的树上，他跑到树上去。OK， 好。哎、欸，那是隐月吗？招了，全部都。隐月也在树上哦。我看到隐月了，在哪？他在树上，他在帐篷旁边的树上。好、哦，他真的是跑酷跑上去的啦。来，一堆斧头兵，我练神练神。对了，旁边确实可以跑酷。没打到啊，二零零。他们。哎、欸，二零零龙烧起来了！啊，我死了，我不好意思啊。哎、欸，又、欸、打不到，打不到，打不到！没把他丢，没把他打下去。二零零很烧，二零零二零十。杰克也死。帐篷可以跳那个，就靠你们那里了。从跳左边的树，对，绕过去。或是蜘蛛直接去。我从头到尾都围到四啊，可恶。嗯。我看我把他们打出来，我是铁木匠。我也过去看看，里面都倒了，就剩他们了。有，繁星下去了，繁星下去了。隐约还在，隐约还在。好。哦，隐约断腿，隐约断腿。好。哦，好。繁星中我的燃烧，被燃烧了。隐约下去了。烧爆他，烧爆他。电池。繁星倒，繁星倒。有，杰克是在里面，不用管哦。结束了，早上了，啦，拜托。我到底味道是啊，总可能输。他们死的很少哎、欸，真的吗？他们死透哎、欸，死透扣很多哎、欸，他们后来死透很多，他们后来死透很多，死透会扣比较多啊。你看这个，哦，赢了，上去吧，就这样。对啊。你看一楼，然后就二楼。哎、欸，影院好久哦。我们刚刚影院找不到，动员五人之力，然后一直找都找不到。找五个人都找影院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中段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没看到影院，想说算了算了。最后想说不管了，找他一定要找到他。他躲在树上啊，影院好像是被推上去的。对，對他被推上去的，然后先被我找到了，然后是繁星卖了你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叫繁星过来的，我叫繁星过来。我在逃，因为他看到繁星的屁股就，就哦，在那里。对啊，看到繁星可爱的屁屁。嗯，而且你们来的话，我也不怕，我十个那个无敌。都存到最后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超好运呢、欸。你们运很好啊，都碰不到很重要的地方。是我先用那个毒气，然后就在二楼想说，哇，这太衰了吧！小雨，你换一下电箱看有没有机会。结果就真的换到二楼，二楼电箱，电箱神操，神操，被锁到电箱的位置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而且我们后来都是用那个，就是存满那个400电力，然后一口气爆发，感觉好像比较有用。超我们刚也是啊，可是就是很衰啊。就是抽到不太好的位置啊，嗯、所以关键就是啊，骨折。你们是不是没有让小雨去抽？幸运小雨，抽奖，一抽外面，二抽那个二楼，太强了。真的，卡女将，抽有没有就抽电箱的用？电箱女王，抽电箱女将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敲玻璃敲一片可以升两等。好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敲一遍可以增两等。我后来就把我们那边全部敲起来，剩下来的全部敲起来。管他是有没有用，都敲。旁边破的他也要敲。超好笑，直接敲起来。大家在打架，我在旁边敲那个。好啦，休息啦，辛苦大家。啦。好，2020。嗯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个正式版的监控围城啦，不晓得大家觉得如何呢？相信20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小优化，让这个监控者不要这个奴隶都满了，就这么无聊，对不对？让求生者说不定也可以前期更刺激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的监控围城啦，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，留言并且订阅我们，咱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。